包包里面没有，他就没带。后面书里都很说吗？对，就是后面说。要不这样，腰腿腰腿。没有头发会不会感觉很轻松啊？轻飘飘的。好嫩啊，温度调低一点。摸得好滑，是不是摸了跟没摸一样？感觉是像摸你的脸一样，摸的也没那么滑。就干了，吹风机都省了。对呀、啊。我感觉是你的边皮肤好嫩呀。对呀。后面这些歌。这里有什么？啊，那是你的那个化妆。这头发倒着长的。
太棒了。你为什么想起来要剃光头？光头，因为我想挑战一下，他们很多人都不敢剃，就我敢剃。剃光头也有好处呀，有很多好处呀，可以省好多钱。主要是省时间。对。还好看。你的光头特别稳定。摸着也好舒服。Bye.